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车李哥。我今天开始装货了啊，货现在已经装好了，装的那个石膏板，这种东西也比较好固定，也比较好绑。好多兄弟问我说，一个人是怎么盖雨布的？今天刚好我把车开到厂外面来了，我们一起看一下我是怎么盖雨布，一个人啊，怎么绑绳子，就装这种石膏板。这上面有一层薄膜，也还是比较好盖的。我先把绳子绑一下，看用那个绷带，我已经拿出来了一个，还是老一套，把那个防尘服穿上，这样的衣服就不要天天洗了，是吧？一个人确实不想洗衣服。有时候想歇一歇，但我是男人。有时候想放弃，但我是男人。有时候想埋怨，但我是男人。这前面啊，就是比较容易从前面跑吧，一刹车。我你看啊，绑两个绷带。有时候想偷偷。这一组我也给他放两个，中间放一个，后面放一个，后面也放一个就好了。我全部已经搞好了，但是像拉这种石膏板啊，这绷带下面必须要垫东西的，不垫东西的话，你用劲，它就比较容易把石膏板搞坏掉。因为我没有东西了，所以我就不刹得那么紧了。走路上开车的话就慢一点，就没多大问题。绳子啊，这么多绳子全部拽到那一边去了。紧一边来，这边就省事一点。但是这个绷带搞好了之后，不能压得太紧，压太紧就容易把那石膏板搞坏掉。这个比较矮，这个绷带有点长，这边就留得多一点，这留得太长。然后。这个绷带全部留在这边了，这边留得好长好长。等一下，把这边的绷带搞了，全部放在这上面就好了。但我是男人，有时候想放空自己。我是男人，做一个男人真的好难，做一个男人没那么简单，做一个男人要勇敢一担，做一个男人再苦也要承担，做一个男人真的好难。像这个啊，绕一下啊，摆一下，不敢太用劲，能慢慢的。把这绳子全部搞好，我看有时候劝自己不要想，要勇敢面对难关，做一个男人。因为啥嘛，这等一下紧的话就紧那边就好了，一共就400公里路不到，开慢一点问题又不大。这个搞得不高，还有塑料布，也不怎么太远。我打算用小雨布，7×22的，也基本上差不多。这地板上的话可能会空一点，就这样办吧。大雨布太难搞了，走，去吧。好有事儿。这个小雨布也有40斤，我感觉好重。惊鸿赤舍恋，诉不完人间恩怨，世世代代都是缘。
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看这个太热了，我要给它脱掉，好热好热，差不多了。这个防尘服啊，不能穿，太热了，一身湿完了。看我雨布，差不多已经搞成这样了，那边也搞得差不多了，我等一下一搞一下就行了，把它整理平，整理齐就 OK 了。这雨布算是搞好了，好像有点下雨了，你看能看到吗？就剩一个网子没搞了，随便搞一下就行。哎呀，下雨了。那个雨布看基本上搞得差不多了，就剩一个网子了，刚刚还下了一下雨，天嘛快要黑了，我要抓紧时间干活了。一个人拍视频的话用三脚架太不好拍了，这个盖网子我原先有视频的，可以少上面翻看一下。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，如果喜欢卡车旅哥，喜欢卡车人的生活，请帮卡车旅哥转发评论加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